为了要庆祝创校60周年，台中乡的圣兴国小举办盛大的校庆运动会，活动安排学生创意的表演，也有一个大型的生日鸡蛋糕来进场，内面是创了真济鸡龟啊，邀请参加的来宾来邀彩蛋，祝学校生日快乐。另外，学校也有举办60周年的纪念册包的纪念活动，历届的毕业老相片的展览，要给参加的家长和校友来观念读册日子。虽然新林国小的学生人数只有49位，不过为着要庆祝创校60周年，师生发挥创意来表演，祝贺学校生日快乐。新興國小的校長表示，雖然學校的規模不大，學生數很少，不過教育真受到家長的肯定。在名冊內呢，我們有5个学生，這5个家長呢，不但全部都留下來，另外呢，有3个学生呢，也願意從麥寮再遷回來，所以我們今年的新生呢，總共有8个学生，這個部分呢，對學校是很大的鼓勵。除了學生的創意表演以外，学校嘛准备一个大型的生日鸡蛋糕来进场，邀请参加的来宾来邀彩蛋。3、2、1，哇！为了要庆祝学校生日，环球科技大学创办人特别送出礼物，帮助家境无好的学生来读大学。那将来，比如说新兴国小，这是我的娘家，我们的小朋友将来毕业到了高中。愿意第一志愿到环球科技大学来，我们非常的欢迎，我们会全部的注册会啊给他奖学金，特别是新著名的第二代。为了要庆祝创校60周年，学校特别收集历届毕业的老相片展览，和参加的家长跟校友回顾以往的日子。在那边有，在那边。我们的是在那边，我要在那边看一下我们捐的那一张。好，谢谢。对，我来这边找一下。哎，我买成相片啊。啊，有找到自己的照片吗？还没啊，还在找。还在找哈。啊，觉得学校这样的安排怎么样？还不错嘞，觉得很好啊。然后有那个非常有意义啊，一些老同学啊、老校友回来都可以看看这样子。另外，这次校庆活动，学校特别定制真有纪念性的车牌来预备。和参加的家长、校友买回去做纪念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